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6:30财经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农场，采访一位养殖大户，看看他在养殖奶牛方面有什么经验呢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的奶牛一天能产多少奶？你问哪一头啊？黑色那头还是棕色那头？黑色那头。黑色那头啊，它一天产大概7升左右。7升左右。那棕色那头呢？7升左右。那请问你每天喂它们吃什么呢？你问哪一头啊？黑色那头还是棕色那头？黑色那头。黑色那头吃草。那棕色那头呢？也吃草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明明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老问我哪头哪头哪头？都是一样的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着什么急呀？黑色那头是我自己养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搞错了。那请问棕色那头是谁养的？也是我养吗？也是我养吗？也是我养吗？